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 OK 新闻网友，我是神魔之海。那我们现在挑战的关卡是开医馆腰带妖怪白骨精之晒。好，我们要按希腊打打看。好 ，Go。孙悟空回想起唐三藏见他打了白骨精拳后那愤怒的神情与语气，对此感到万般无奈，带有上场走到山下，但仍未见白骨精的踪影。那家伙到底去哪里？刚才那一拳应该不算太重才对。就在此时，孙悟空来到一条村庄，便见白骨精正被无数的村民所簇拥着。好，喜庆人，喜不到，哇，脚转一康都掉了六个，然后我们双子要叠一下。啊，这基本上都叠不太到了。我们先弄双子的倍率。哦，这好像可以叠哦。会不会一次就带走了、啊？没有掉新珠，还好还好。这样，为什么要叠珠呢？因为有一关要用那个我们的蜘蛛去解。可以吃，哇，带走了。好，我们开它，晚点开。应该回来吧，又可以。17回合可以了。希望可以用这一队一次通关。因为其实大师已经挑战过这个关卡一次了，失败。我忘记用什么队伍了。哦，常驻是不是新开的？我记得这一关有附加消除哎、欸，不知道在哪里。哎、欸，没关系，我们先需要的时候再开，这边都不需要了。新珠，我怎么觉得新珠很难掉？
哦，还好我刚血回满。看一下哦，敌人只会受到强化护持的攻击伤害。明星珠哎，这边先开，我想开卡拉好，凯拉。传出，OK。哦，家里现在还在外面在放鞭炮，很扯。今天已经是初几啊？初2月19号，再一天放一天假就要上班了，外面还在放鞭炮。因为现在已经凌晨12点了。好，过了。OK。现在是第4。好，这边全消掉。啊，我在干嘛？手残。看一下，没消掉我就很危险了。啊，没消到，完蛋了。还有2个没消到。看一下哦。白兔啊，那我可以攻击他就好。差一点。好，应该可以的。哎呦。我只怕附加消除而已。忘记第几关附加消除了。然后这边的话，他说几颗啊？一粒哦，所以要10粒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刚好10粒。这个不能失误哎。这样。还好有实力。啊，对，实力可以。好，没有，没有了。看一下哦。
封锁成员主动技能一回合。所以刚刚支付要新开，对不对？哇，不都会过了后面。那这样的话，要先开一次龙科了。这里要先开一次。哎，浪费啊！好，开三回合可以，还好，我害怕太早开。好 ，OK， 那这边就碾过去就好了。体能消除550 ，OK， 好 ，OK， 他攻击力不会慢慢上升，所以不用担心。我大概刷一波应该也过了。哎、欸，还没，我收回刚才那句话。过了，好，洗个技能。但能把蜘蛛精的技能再洗回来，哇，应该没办法、啊。这个天降，哦，会死哎、欸。这个是 OK， 他打我不知道痛不痛，四个水温，嗯，蛮痛的。
啊，洗不了。好，十三关，这一关也是蛮难的。排个猪，等等转比较好转。基本上你只要消一组，应该血就会回满的了。那小心不要转到其他的。那我刚才消两康吧，血是有回来啊。这样，好，稍微是多少？10%，1700，那应该可以。好，哇，这个刚没装好，好，可以了，过了。敌人会首先生命就剩一点，并将幸福转为火符石。其后每回发动攻击时，随机加一种符石，转换为火符石。敌人会随机燃烧一个位置，扣除20%生命。这边爆发要开的，好，我不确定这边不开龙科会不会过，我很怕不会过啦。好啦，读读看，我血应该是够了，可以吧？我不想重打啊。好啦，来啊，而且他那个燃烧不知道是不是每回合都会增加还是怎么样？哦，还好过了，不用开龙科啊，太棒了！我看别人打法是这边他们有开龙科，可是我看算血量是不用的。OK， 有凯拉会比较好过啦，如果没有凯拉的话。也是可以，会比较难一点。这边是五回合内，敌人会扣除生命力20%哦。这边一定要转到哦，不然会很惨。刚才差点没转到。OK， 斜对角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好，还有两回合，又是斜对角。
好。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OK， 过。OK， 然后复活三次，首次复活敌人生命力会提升两倍。好。他那个是越战越强吗？还是狂暴？感觉是狂暴哎、欸。是狂暴吗？该和和扣除。好。好，这边就直接收藏带过去就好了。因为有凯拉，所以你血补满的话，他只会打你7000多滴血，所以还好。然后剧毒他只会扣复活那一次而已，所以还 OK。所以你打死他之前，血一定要回满。所以你暗希拉有凯拉是最好的。好像还有一次哈，这个打完还有一次。应该会过了啊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哦，竟然还没。这样，叠个倍率。今天的话，爆发开一下好了。哎，不能开啊！然后他攻击力好像复活都会一样啦，只是生命力提升而已。好，林哥，拜托，让我过。还不太够力耶，这康宝15而已。哎呦，转错、哦！哎呦，好，20000，可以过了吧？还好。还行还行，啊！哦，安西亚真的是这个我的转租救星。那行，我还有一个回合。这样好。耶、yeah, ！终于过了、啊，终于通关了、啊。Yes。喂，这以后的人，这里的人和我同病相怜，也很需要我。我要留在这，你别太挂念我哦。虽然完全搞不懂前因后果，但你不再死缠我们，实在太好了。就这样，这个剧情就这样。这不对吧？
好啦，终于过了。那这个队伍推荐给大家，算网上已经很多人用这个通关了啦。所以你这边按下的重点就是你按西拉要转身过后，一空转身啦、啊，然后放一个长柱型的增伤会比较好，然后主要是回复力啦、啊。如果没有凯拉的话，真的很也是可以过，可是会比较难，会比较辛苦一点。对，转柱技巧就要好一点。好啦，那这集到这边结束啊。希望我们想要让频道左上的图片按个订阅，换到粉丝按赞，也最近最终最新消息。右下角铃铛记得把它打开，我更新影片之后，你才能随时追踪到第一手消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哦，谢谢，拜拜。